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四月七五公司第一台下播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伫第六节车厢的遗体，今仔下播应该会使对防空撒出来。有民众嘛发现李义雄迄天人其实就伫现场。中国基地库公布，美国军舰伫测试驶到南海，这嘛是美国军舰罗斯福号今年第三届驶到南海。高雄市少年队查到一件用外送平台卖毒案件，卖毒甲卖毒的人有未少，拢是未成年的囡仔。新闻一开始来看，初二泰鲁国号摆尾迄天，义雄工业社负责人李义雄向侦察队表示讲，现场只有一个人，也毋过对救护车的行程车记录器甲一挂网友、乘客拍到的相片，拢伫相片内底有看到李义雄甲几个工程人员都徛伫山坡地顶头，伊应该拢目睭金金看代志的发生。也毋过今仔毛乘客家属是出面指出，相片有迄天伫火车顶头的乘客。不是全部都是工程人员。本人在此深表懊悔，并致上最诚意的歉意。本人一定会配合检调的调查及侦办，负起应有的责任。已经被扯下来。义雄工业社的负责人李义雄看到是忝忝啊，原本是50万块交保，经过检方的控告了后，花莲高分院初四早起撤销原本的裁定，花莲地方法院重新开羁押庭，暗时啊裁定是羁押禁见。有事实主任，李义雄先生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或勾串共犯或证人的高度风险。在事故迄一天，李义雄甲侦查队讲，现场敢若有伊一个人。警方后手传死的二厅营造的员工，伊嘛讲迄天拢休困。不过根据旅客拍到的相片，现场至少有五个人伫边坡顶悬遐看，徛伫遐边仔，意思是设计建造单位联合大地的员工。每张影片内底拢会当看到李义雄穿蓝色衫、朴色裤伫现场来来去去，证明现在的讲法无共款，嘛让李兰姐的家属是真生气。他不该说话，他一个人是害死这么多人呢，他有的受伤的在那个地，在医院里头哎。呼吁所有的民众，如果当时您有在现场拍照，或者你知道在场人的姓名，请跟我们花莲地检署这一个专线联络。这个事故造成重大的伤亡，李义雄去向表示，伊嘛是义雄工业社甲义庭营造的负责人。因为这个是用2000万的工程，有甲级营造的限制，义庭营造资格无符合，所以违法挂名，甲当时营造的工地主任照牌去标案。业界指出，这是代替内部典型的照牌文化。杜绝这种招牌的文化，你就给一个合格的甲级照去承包，怎么会出事情？他就会做施工防灾计划，他就会委外审查这套机制啊，防止灾变、灾难发生的机制本来就存在的。除了认为代替花莲工务单、建造甲专业管理单位拢有疏失，台北市土木建筑协会理事长伊丽嘛批评讲，代替内部的连带关系是真复杂，若无彻底解决这种照牌挂牌的文化，也毋知影会有偌济亲像李义雄这款人，使暗部照牌无工程的代志无予发现。记者综合报道。代替白皮事件造成50个人死亡，200多个人受伤。云南会嘛，取得火车的行车记录器，在火车对任何防空出来了后，去弄到工程车，佮继续冲入去防空内底。火车的驾驶伫过程中，会使反应的时间无到10秒钟。外界质疑，若是发生代志的地点有设奔波预警系统，应该就会使减少灾害。交通部嘛表示，代替伫今年跟明年两档内底，会开2亿7500万，伫25个所在来设奔波预警系统。大型机具一直赶工，希望将车厢全部顺利散出来。代替泰鲁国号发生重大弄车事故，规个事件原因，目标拢指向被陷整伫厂厢的工程车。云南会找到列车行车记录器来分析影像，也看到惊险的事发经过画面。等于在第八车往外的司机驾驶上方的 CCTV 仁和隧道一出来开始计算，他撞到事故的工程车，以及到清水隧道 A 段，大概不到250公尺，的确是不到10秒钟。
云安会指出，列车为任何崩坑出来，为民众等看到铁路顶悬的工程车，结果列车直接弄起哩。在驾驶室倒边的司机会冲击上严重，甩起列车弄入崩坑。这段过程驾驶员反应时间无到十秒，也乎外界质疑，驾驶在事发地点设有边看报警系统，可能等阻止这场悲剧发生。他就是做这个边坡的这个工程，用工程把它做一个永久的改善，但是有些地方是没办法改善，他就用所谓这个侦测的方式来告警。但是侦测器它是从今年跟明年哈，总共25处才会这个完成哈，就是今年是10处，啊，明年15处。交通部指出，台铁有1000多公里，无办法全部拢设边看报警系统，所以对应实际处理的部分，会利用工程永久改善。另外，较歹实施的所在，会采用边看报警系统来处理。伫今年每年两年投资2.75亿，设置15个边看报警系统。另外，云安会所接卖行车记录器、司机员通话记录、ATP 列车自动封号系统这些资讯。会继续做资料解读，有过这两天会整理出来，就知影搁较清楚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这届事故发生，主责病的医生吴坤杰，伊本身嘛是花莲消防队救护大队的大队长，伊方去着讲，伊家一个伫事故中，着惊的囡仔抱甲安安，画面真使人感动哦。另外，这届意外有一个辅仁大学音乐系特别毕业的查某学生不幸过往，辅仁大学嘛答应讲会颁英语毕业证书给这个优秀的学生。这摆的代替泰鲁根号事故，致使严重伤亡。花莲消防局救护大队大队长，也是花莲主责病院的圣五医师，到底抢救。伊穿着白袍，将受着惊吓囡仔抱伫怀中，安大温暖举动，予医生清楚记录落来，予人真感动。抱小朋友安慰是我最轻彩、最轻松的差事，所以我能够这样做已经算好，连女生抱小朋友的机会都没有。我说赶快去帮忙，那边需要力量。吴医师全力到底抢救，精神予人敬佩。附带音乐系一名即将要毕业的西山女学生，是伫事故中身亡，家属非常艰苦，希望附带会当完成伊毕业的心愿。我当天向校长呈报，那么校长也一口答应，所以这个证书是当天下午就做出来了。我没有想到他的妈妈心中希望的也是这件事情。学校表示，祝寿更勤的西山女学生，原本5月底要举办个人毕业公演，礼服甲海报拢陆续准备好啊，也毋过却无法度演出。同学拢非常的艰苦，会提供校内辅导，避免同学出现创伤压力症候群等的症状。记者综合报道。有精神科医师马浩玉讲，发生这款重大的事故，明仔幸运捡回来的人，阁有救灾人员，常常卖产生急性压力症候群，所以浩玉家属最近就爱陪伴伫因的身躯边，嘛减少生活压力，大家嘛爱对救灾人员加一寡鼓励。警方协助开路。26岁李兰姐郭俊杰的遗体送回去因故乡，伊是花莲稻溪乡分润的原住民，长期伫北部吃头路，伊嘛真友好。因为知影因爸爸最近身体无好，专工伫咧清明连假坐代替要回去，想袂到就安尼永远分离。家里的家计呢，原本都是有俊杰负担，那这次因为舅舅有检查出来，疑似大肠癌的部分，所以我本来俊杰想要带他去北部做一个治疗。从小是很乖，那天说要回家接我去台北，我想不到怎么发生事情。警方表示，因爸爸伫咧第一时间知影因后生嘛坐这班死亡的列车了后，悲伤过度送病院急救。接落来，警方会随时提供必要的协助。其实伫咧每一届重大事件发生了后，精神科的医师讲，除了先患者或者是罹难者的家属、甲救灾人员等等，拢有可能会产生急性压力的症候群，因有可能会对相关的新闻感觉惊吓、压力大，惊灾难发生伫咧家己的身上，连面包嘛去忘掉，甚至是惊甲唔敢听，连带去影响到社交活动，情绪的稳定性嘛受到影响。接触到这一些讯息的时候，会惊恐、害怕。那甚至藉由各种状况呢，会让自己呢情绪容易不安，那甚至用一些方法来麻醉自己，比如说认为喝酒啦或药物镇静自己的焦虑。
医生讲，像这款急性的压力障碍，普遍会伫一个月慢慢好起。若是分数并有这个事件的受害者、生还者，建议都要尽量听伊讲话，该陪伴佮支持，嘛应该转移注意力，较少看电视、报纸或者是网络相关的新闻。若超过一个月，也是受到创伤压力的影响，都要赶紧去身心科或者是精神科，予医生看，避免疾病变作慢性病。记者综合报道。这届台铁发生有史以来上严重的意外，交通部长林佳龙早起嘛，搁到事故的现场视察。部长讲，伊会留落来善后，也毋过伊咪负全部的责任。伊嘛已经向总统院长辞职，未留恋职位。铁路局事故第四天，依然坐镇花莲的交通部长林佳龙早起去事故现场关心上新的抢修进度。前一天，林佳龙伫病院现场甲殡仪馆三边走，报名正式伫面册打出省时文。伊强调，事发第一天就向总统甲院长请示，留恋日子毋是留恋，是求缘善后。伫抢救工作过一段路了后，绝对未留恋失去交通部长的职务。我第一时间就讲哈，我会负起最后跟完全的责任，那我也已经请辞。那负责任，除了负政治的责任，也负能够善后的责任。清翠讲出请辞，林佳龙接任交通部长以来，除了经过华航技术加中型空客员罢工以外，交通大小事故真多，一直被外界质疑。耶鲁大学政治博士出身的林佳龙，无任何交通专业背景。自从2019年上任不久，第一个面临的大考验就是南方澳断桥意外。自从2019年10月早起，一台中油油罐车驶过南方澳跨海大桥的时阵，桥身向向断去，造成六死一亡。事后，国标处港务公司接手11年，竟然毋捌检测过这个桥。林佳龙表态救济无上限。港务公司董事长吴忠廷被请示受准暂停这场政治风波。今年一月，西滨快速道路发生11台车因为大幕布堆弄的连环车祸，造成两个人死亡。事后交通部开会补破网，林佳龙亲身督管进行道安改善计划。暗过三月，阁发生重大游览车意外，伫苏花公路弄山边，乘客摔出来，造成6死39伤。交通部马上启动分批调回青台游览车检修，计划要来进行，阁发生泰鲁国号重大火车意外。个人的去留不重要啊，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抢救跟抢修的工作做好，那我也会坚持到最后一刻，那让这一个事故的伤害能够降到最低。虽然交通部进行宣示要改革代替，但不过今年1月18日在屏东潮州发生吊车作业业死吊车工，二月阁发生台东海端站电力维修车董事倒班工作人员，两个事件拢要伫调查当中。清明连假，泰鲁国号排练夺走50名乘客性命。虽然事故责任要伫调查，但过这代替有史以来史上上惨重的事故。被林佳龙几啊摆表态，请示是上基本的责任。什么时阵能离开？伊讲，等善后工作过一段路。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长林佳龙伫昨半暝就伫面册写讲，伊伫代志发生的第一天就向总统跟院长辞职。也毋过，立法院的国民党团今仔是表示，行政长苏贞昌一直拢无要核定2018年普悠玛事故了。交通部提出的代替总体检的报告，隶属代替局拢无法度做彻底的改革。伊嘛呼吁苏贞昌应该嘛爱落台负责。代替泰鲁国号408车次的事故，造成73年来上重大死亡和受伤的事件。交通部长林佳龙初时半暝伫咧人面册铺文，正式宣布要甲交通部长这个职务辞掉。不过，立法院国民党团初五召开记者会，讲行政院长苏贞昌一直也未核定2018年普悠玛事故了后，交通部提出了代替总体检的报告，让代替局无通彻底改革，要求苏贞昌马上落台负责。如果当时就核定。如果提早就按照总体检的内容要求要对边坡的安全改善，我们今天不需要丧失50条宝贵的人命。
针对这点，行政院表示，这个报告是行政院内部检讨的报告，并无表示已经有核定的问题。因内底144项结论已经交予交通部来督导执行，目前已经解除列管109项。因内也立委嘛表示，会伫个交通委员会提案设立调研小组，检视异常工业社表达的资料，还佮合约的内容，嘛要求代替爱伫个一礼拜内彻底检讨目前当地的施工偏颇、防护工程的安全措施。交通委员会一定要成立这个调阅小组，我们呼吁不分蓝绿共同成立调阅小组，好好监督检视。对整个事故的一个原因的调查，我想由运安会的专业的单位在做了。要成立这样的调阅小组，是不是反而会对于那个运安会的一个调查变成一个绑手绑脚的一个状况？民进党立委，也就是本会期交通委员会调委陈素月表示，尊重国党立委的提案权。不过，伊认为讲案件的调查应该要交予专业单位运安会来进行。若成立调阅小组，可能会去牵着事故调查的时程。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中国地壳公布美国军舰伫测试驶到南海，这嘛是美国军舰罗斯福号今年第三届驶到南海。有学者分析美军的动作，就表示讲美中的压力升级。下礼拜美国甲日本特别举行领袖会谈，日本媒体是认为台湾安全会加做会谈的重点。美国参议员斯考特嘛伫媒体顶头写文章建议讲，拜登应该甲一寡国家合作，阻止中国扩张，嘛捍卫台湾的自由甲安全。中国地壳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公布，小连续伫初三到初四，侦测到美国军舰正划近东海的长江口海域，一路往南平驶。尤其是伫初四早起，美国军舰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为马六甲海峡入去南海，这嘛是美国军舰罗斯福号今年第三届入去南海。南海战略平台认为讲，美国航空母舰真正伫南海出入，对中国的针对性真高。假设这一次的讯息为真，那可以说是，罗斯福号今年第三度进入到南海的地区，美军相关的一个部署和演训是非常的频密的、频繁的，代表说这个区域里面是有比较多的一个角力的状况的发生，它可能有些它的一个它的针对性的存在的。美国第七舰队初三发声明，在遵守国际法的情形之下，进入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执行自由航行的任务。不过，美国军舰敢有经过长江口的海峡，并无得到证实。这个南海战略平台是属于中国地壳北京大学海洋研究所，过去捌予国防部讲有制造假消息。初五早起九点外，中国军机在一点钟内四界侵扰台湾的西南空域。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了 ADIZ， 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下一周美日的高层会议，如同日本首相菅义伟所说的，会把台海议题作为主要的内容，也等于是在向北京传递美日联合防卫的一个讯号，也会包含台湾。下礼拜16的时阵，美国日本领袖会谈就要举行。日本媒体分析，美国日本会谈会讲到台湾安全的问题。美国参议员史考特甲媒体讲，中共掌握香港的工作就要完成，后一个目标就是台湾。拜登就要提出更加多的作为，利用甲日本、澳洲、印度四边安全对话的机会，结合盟友阻挡中国扩大，捍卫台湾的自由甲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在中东的友邦约旦王室发生变故，前王都哈姆扎和他身躯边大约20个人，有人被软禁，有人被抓起来。约旦的副总理是表示，有证据显示前王都涉嫌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稳定。也不过哈姆扎初三也公布一段影片，指控政府镇压批评者，领导该站无能，也可能有计划要夺权。在约旦军方逮捕几位国家的高官，前王都哈姆扎也讲自己被软禁了。约旦副总理艾玛阿沙法迪随时讲，威胁约旦安全和稳定的行动已经被冻来。وقام سمو الأمير حمزة بعد ذلك ببث رسالتين مسجلتين باللغتين العربية والإنجليزية في محاولة أخرى لتشويه الحقائق والاستثارة التعاطف المحلي والأجنبي وبما يعكس نواياه وحقيقة النشاطات التي يقوم بها منذ فترة والمتضمنة التحريض والعمل على تجيش المواطنين ضد الدولة بما يمس بشكل غير مقبول بالأمن الوطني. 今年41岁哈姆扎是伫初三，由律师发布一段内容敏感的影片。إنهم بيحذروني إني ما أخرج من البيت وما أتواصل وممنوع إني ألتقي أو أتواصل مع
أبناء هذا الشعب وشاهدنا الترهل والتراجع والفساد اللي نخر البنيان هذا العزيز اللي كنا نفتخر ونعتز فيه. هم مجرد شيء يدان إيجين قيسين لقوان هوشن قدي بيقو تسيه دي سيلين كانتيو نور عن هيوه دو حان حو سي يسي هنلم قوان أبو دولا لسي قنب قوبو ويشيو دي أبو دولا دي هوشن قيسين ليو جنوي لمن هم مجرد شيء عن دو نن چين كون سيني قوة يه عن دو دي وي تي ديو يدان شيء بيقو دي لدي دون دان دي دون يو بيان يو نون تاو شا بودو قوان英美的官员讲，约旦甲阿卜杜拉二世是重要的伙伴，部分几落个国家拢表示支持阿卜杜拉二世。公司新闻吴玲编译。传出面册有五页口罩资料外流，包括电话号码、生日、电子邮件等等的资料，拢被看现现。治安专家表示，这些面册创办人萨克伯格的资料嘛外流。也唔过面册是表示，这已经是2019年旧的资料了。面册在迄当时，就把这件代志解决好势了。面册感觉有过足外泄，根据法新社报道，社群网站龙头面册。有五亿外币的口罩购置，伫青山和海客上传到资料库，其中包括电话号码、面册名称、全名、所在、区域、出生日期、个人简历、电子邮件等。这个消息是由美国媒体《商业日报》首先报道。一寡公开数据涵盖全球106个国家，拢总有5.33亿。面册用户，其中美国用户3200万上多，英国有1100万用户，也传出就连面册创办人萨克伯格的资料也伫外泄名单内。台湾有超过73万笔的购资被外泄。针对面册购资外泄事件，以色列网站犯罪情报公司洛克创办人加尔在推特发文表示，并且有关无承认有关的雇主特地消息，伊也烦恼红色的资料和派人提起用在早期骇客攻击加营销等活动。其实加尔早在今年1月份就已经发现有人在同一个讨论区宣传一种会当查询并且用户手机号码的应用程式。这也不是有我20亿用户的面册头一摆发生雇主外泄的事件，像2016年，台北有一间分析公司透过心理测验 App， 都用5000万的面册用户雇主。不过面册对这摆雇主外泄的回应，这是2019年时的旧资料，康邦早已经在2019年的8月就已经修复了。公司新闻邓伟林编译。法国的新冠病毒的病例目前是欧洲上多，最近新增的病例也增加不少。4月份的疫情就比3月份愈发恶化。法国政府在3月底也宣布讲延长第三波的封城，当地时间4月初4礼拜日开始。虽然管制范围有淡薄啊放松，也唔过嘛是有民众真不满。有几个位警员沿着塞纳河边用行的巡逻，发现有民众无挂嘴安，就上前劝导。这民众一开始也有一挂应付，警方继续扣劝。Également sur le nez, monsieur. Merci à vous. Bon après-midi.当然，不是所有民众拢向人遵守规定。两位因为伫河边暴婚，犯罚款的女士，也甲警察辩论讲，暴婚是宪法保障的人权。另外一位男士是因为警方扣劝伊讲，秘鲁人员也是爱挂嘴暗，对着到场采访记者细细念。趁着天气也袂歹的周末假日，真侪巴黎市民拢走去塞纳河边，受着风沙期间难得的自由空气。根据法国政府最新的风沙规范，非必要的商业活动需要停止，民众活动范围也需要伫离家10公里的距离以内。不过，所谓的非必要的商业活动范围比之前的管制缩小真侪，所以包括做头毛的巧克力店、唱片行、汽车销售旗店都会当开放。另外，在英国累计确诊病例虽然也是欧洲第三，只输法国加罗西亚，也毋过单日新增确诊人数已经比去年底到今年初的高峰少了真多。所以现阶段的重点除了继续推动注疫苗，也有就是更加扩大病毒体检。
根据英国政府提出的新措施，凡是满十八岁以上的居民，自初九拜五开始，会当由政府提供七剂的免费快筛试剂，每礼拜自行体检两摆。民众除了会当要求卫生单位将试剂外送到厝，也会当透过上班的公司或是骑机小区安排。在校学生甲教职员也会当由学校统一进行体检。英国媒体报道指出，这项措施暂时以英格兰为限，另外苏格兰、威尔斯和北爱尔兰会当由当地政府自行决定什么时阵展开，和安怎推动民众自行快筛。公司新闻，徐嘉欣编译。来看四月初一出发的台湾甲北流旅游起跑的头一团，早上十点半已经回国。这游客是经历时安全通道，甲其他旅客分流入境。头一团的旅客是表示，即个去北流，真像要做国宾外交。在疫情期间，皆使出国去佚佗，真正是非常的幸福。第二团哦，昨下晡嘛出发，也毋过只有十三名的旅客。旅行社是表示，为了推塞北流的旅游起跑，只有人报名就会出团。台湾甲波流旅游泡泡的策划团伫崔氏下头策划，只个那十三名旅客。为个成团的旅行社业者讲，为了要推广波流的旅游泡泡，只要有人报名就会出团。基本上，我们公司其实是很希望可以推广波流的旅游泡泡的，所以即使是只有两到三位旅客，我们只要有人报名，我们公司就会派领队随行出发。所以不管有多少人报名，我们公司都会出团。策划团十三名旅客采检拢是阴性，一道策划的班机也在小划团上百位旅客返来台湾，伫随时暗时十点三十分到同机场。机场公司各规格设绿色安全通道，卫设入境的动线，专属的购物，拢甲其他航班的旅客分开，也加强清洁消毒，保护参加旅游泡泡旅客安全甲健康。小花团的旅客讲，这边去，敢那是伫咧做国宾外交，会当出国算真幸福。觉得好像是包场的超级 VIP 待遇，而且我们觉得这次出去可以做很好的国民外交。他们都一直问说台湾、台湾、台湾这样，我们就一直回答啊 ，yes yes， 台湾、台湾。我觉得非常的物超所值，因为整个岛好像都是为了我们而开放的。旅客回来了，会收到维护部所寄的健康申报凭证感谢。不过有一挂旅客未会换 SIM 卡，和通关的时阵脱掉的白加路路等，机场公司讲会检讨。基本上来讲，因为是在国内，我们用的国内的 SIM 卡来做这个事情。那万一在这个其他国家或者有其他地区要换用其他 SIM 卡的话，能不能够相互的这个结合，我们再跟 CDC 来做讨论。对波流的旅游泡泡团，做来买机无啥好，华航讲已经主动降机票的价钱，会跟旅行业者最近招生理，也最近承担风险加损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有一个查甫人，顶个月三十对中国回来到台湾，伊伫厝的门口的空地大爆棚居家检疫，因为伫路边人来来去去，民众是真袂放心哦。最后伊嘛方要求爱去住检疫旅馆。区长是解释讲，这个案考虑到经济问题，伫厝的门口来大爆棚，嘛算是一人一户。也毋过市政府是强调讲，一定爱有独立的别墅，嘛讲会来追究责任。真简单的篷布，勉强隔出一个空间。为外口看，只是一个平影，用篷布围起来。内底却有一个为中国回来的查甫人，敢那是为着省钱，就伫个遮家己做居家检疫。透早清洁队的人员搁一摆来消毒、喷消毒水。虽然这个居家检疫的男性已经带入去防疫旅馆，不过附近的民众讲，常常看到引导的人送食的来，垃圾水就直接排去人行道。才知影有人伫个遮居家检疫，这边有一间，这边啊，中港这嘛一间啊，还是欠一个问题，个个人的道德问题。民众赶紧通报，包括区公所表示，这位男性伫三十为中国返来台湾，三十一返来到台中就住伫遮，一直到这个月初三，才被要求爱住入去防疫旅馆，伫个遮点时间。不过这时间，公所人员有去现场分防疫包，无看到内底有洗浴的设备，所讲有符合居家检疫的要求。
污水的部分它是用收集桶的方式在收集，在他在机场所填具的切结书之后，我们看也是一人一户了哈，事实上也真的是有门牌号。那里头最少要独立卫浴设备都没有哈、哦，所以这个事情呢，当然我想公所的同仁有最大的责任。民政局长表示，居家检疫的规定，佮包括一个人爱有一间浴缸啊，会追究相关人员是毋是失职，卖加强消毒，希望减少民众的疑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代替白马事件造成五十个人死亡、200多人受伤，代替伫下晡3点嘛开记者会，代替表示清水泵坑塘东正线会延到4月2日通车，嘛要向义雄公司来要求赔偿。另外嘛公布捐款的方式，咱来听代替上新的公款。第六个是今天早上7:32，是把第五个车厢把它脱离了。那总共就是5个车厢已经脱离，最后剩3个。那3个我们是预定明天把它完成。那明天完成就是，整个净空以后，我们就进行轨道跟电力线的修护，然后再来就是进行土木技师结构安全的检测。那会到4月20号。就因应这样的需求，就成立了多管道的一个哈，大家可以捐款的一个账号。那因为现在还是放假期间，所以目前我们能掌握到的，大概是从烧张或 Line Pay 这边来的哈，那相对的有6000多万哈，那大概明天银行开了的时候，那更多的一个捐款的一个明细就会出来。咱再来看国道2号机场系统东向4.4公里的所在，伫站9点外有一台轿车并车，车内有一名大约30多岁的查甫驾驶，卡伫车内底哦。消防队员用40多分钟才甲人救出来，也毋过这驾驶已经过往。初步查看以后，驾驶说明车内，大概在经过那个救护车和消防大队破坏器材，才有办法的。从车内拖出来，送到桃园市的民生医院急救。国道警察表示，这台车有可能是自己启动到造成并车，车顶只有驾驶一个人，人救出来时阵嘛已经无喘气了。详细的车祸原因哦，要搁调查。再来看南投立外潭的水位一直降，目前甘拉村两个码头可以正常来运作。另外，台中苗栗甲北彰化地区明仔特别开始分区送水，水公司毛安排300多个地点，方便将挂水。画面的铺排甲码头差几落层楼高，未输甘拉伫咧爬行，行的时阵爱正顺利。连山假期来立外潭耍，民众讲甲以前的风景差正多。觉得水位可能比较低，所以有比较一些有光秃秃的地方，对，不像以前。根据水利署的资料，水势下到3点，立外潭的跳水率只敢拿剩31.9%，水情愈来愈严重。立管处也伫咧4月初1日，甲县公司甲交路两个码头关起来，只敢拿剩一打扫甲水车正常运作。台电的台关发电厂讲，今卖水量会当冻到5月初。另外，台中苗栗北彰地区，水量要开始分区供水，水公司也部署338个储水点。原则上，我们的配置就是一个里一个。管线末端或是比较高的地区呢，我们也会配置一个供水站。有特殊需求的，我们的水车会巡回。自来水公司讲，除了这挂渗水的所在，伫咧广线尾流，一个地势较悬的所在，也会机动性加强设置。另外，一个52个工地放流水免费给民众使用，希望将旱水的影响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市少年队查到一件用外送平台卖毒的案件，主要的嫌犯还没到25岁，卖毒的咖啡包也已经超过5吨，某一些未成年的囡仔家里这卖毒集团，警方也发现卖毒的人也很多都是未成年的囡仔，卖量和卖量都很大。以这次查到200多包的咖啡包，一般来说2天内就可以全部卖了了了。前方才告诉，把门拍开，警方直接冲入去。
要求所有人拍落来，在场七个人正在吃毒。警方找到286包的毒品加皮包，发现无到25岁的主嫌卖只的毒品加皮包有真侪档。最近佫推出着上门来买毒会当拄运费的方式，有真侪青少年拢来买，有人一买就是10几包。警方估计，这将近300包的毒品加皮包，2天就当卖了。子女呀、有一些异常啊，这个行为啊，或者是家中有发现他不该看到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类似啊，这个咖啡包啊，来路不明的咖啡包啊，或者一些像那个烟啊等等这些啊，或者是啊平常没在吃的这些果冻啊，等突然在吃的啊，这个部分呢、我想家长可能要注意一下。警方强调，青少年容易和新的物件来吸引，有当时嘛因为同侪的购物，无注意去吃着毒品。家长除了要定期关心囡仔之外，真正发现有奇怪的行为，嘛会当敲电话来咨询，请求协助。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人报道。云林县空气污染连续7天全国上严重。今仔早起，云林地方的团体发起联署，要求灭掉电厂甲16座的气电厂，要全面改设天然气。云林县政府的环保局嘛表示讲，敢若是灭掉电厂，一年的污染就占全县的20%，所以县政府嘛支持民间团体的诉求，希望会使来改善空气的品质。大城化工要拒绝小偷团，阿兴和民众清洁的空气，因为云林县长期受到空气污染的影响，连续7年全国空气上歹。这个早起，云林的地方团体做伙来呼吁，希望6间会当甲灭掉电厂，阁有16个气电共生厂为小偷团改造小天然气。真的过去啊，就是拢是用燃煤来发电，但是即摆诶环保意识诶抬头，尤其人民诶。健康重于工业的发展，产生的这个空气污染对我们身体的危害，所以我们这一次其实非常呼吁、强烈的要求台塑呢能够定出一个时程表，好明确的这个天然气转换呢，来改善我们这个地方。地方团体表示，未了台塑顶顶的沿海地区，20年来钓竿的人愈来愈多。养殖渔业又深度降低，研究显示甲环境的恶化有关系。其中，6间小土团是重要的因素。希望政府推设2025废弃家园的时阵，嘛爱要求企业全面用天然气取代土团。大家甲阮联署，联署吼，阮到一个坎站，阮就要直接来要求台塑、甲经济部、甲台电，一定要企业一定要做，这是前提嘛。因为20年过去，我后边还有20年，我们要怎？光脉电哈，它就占了全线哈，差不多20%的一个污染量，这个部分。那我们云林县哈，也支持说，当然这个脉电燃煤机子它全面性处理哈。也不反对这个能源转型这个立场了哈。环保局表示，卖掉电厂，把电送到北部，不好在地享受到任何优待，算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这几年，云林县政府以有限的资源来改善空气 ，PM2.5 为105年，平均26.6微克，降到109年的17.6微克。若有任何减碳的政策，地方政府拢会配合佮支持。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秋冬季节的空气品质都很坏，最近已经到春天了，但高雄大部分时间的空气品质也是没有改好。昨下晡有一场反空气污染的游行，就要求政府今年就要把新达电厂的投炭机组全部都停掉。民众因行动局把空气污染比作魔鬼，会侵害全民的健康。南部反空污大联名第一遍在儿童节办反空污大游行，希望政府重视空气污染。今仔头虽然无啥物工业区，但是互汤大个工业区热起来，所以我妈妈常常会下句，我甲爸爸嘛常常破病。游行呢，不是特效药，但是呢，你没有一直逼、一直逼、一直叫、一直叫，那么。高雄的空污是永远没办法改变的。游行有20几个公民团体300多人参加，主办单位讲，在6岛内面，高雄人的平均寿命上低，伊阿的死亡率上悬，气喘癌10年平均发生率的成长率上悬，要求市府今年就好，兴达电厂4座联煤机组拢停落。高雄往年拢是秋冬季节空气污染严重，今年一直到4月空气品质也是无好。即便这些年来做
了很多减量的努力，可是因为气候的条件越来越严峻，所以导致空污的情形也相对严重起来，所以减污煤跟减碳是已经刻不容缓的事情。北部或中部应该要来发展这个不管是绿电或者是这个天然气的一个发电，这样自己的能源自己的供需应该是自驱要达到一个平衡状态。接过宽团的电证书，陈其迈答应讲，未来不准讲设置热媒机组，兴达热媒机组也会提早投入。因过宽团要求的今年四台机组全部拢停来，有执行的困难度，似乎会甲进度催较紧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最新的消息，泰鲁国河排尾事故，搁伫第六节车厢下底位体，今仔波三点半已经刷出来了。另外，最后两位本地搁还未确定身份的罹难者，透过 DNA 比对，第49位的死者确定是一位姓李、查甫的网络红人，伊是要坐火车去台东参加台东县政府办的活动哦。第50位死者应该是一位新北宪兵训练中心的受训姓曾的军人。咱再来看第一种哦，改良过的下雪山野，台东县有种120多公顷。去年因为天气无介稳定，有一阵寒一阵热，所以产量甲品质拢唔是介好。也毋过今年哦，农民嘛调整这款山野的产期，提前伫4月份就上市，产量甲品质拢袂歹，嘛准备要外销到国外。金黄色的下水山野是改良高雄三花品种，号称顶级的山野。八年前台东县因是不种，目前有120多公顷的面积，年产60多万公斤。原本每年5月才会上市，啊，不过去年天气一时寒一时热，影响产量个品质。农民今年调整产期，部分提前伫4月度采收上市。农民预估今年产量能提升3到4成左右，品质也比以前较好。今年的气候比较顺利点，所以这一次的一个产期呢，就比较能够顺遂的来出货。我感觉今年的这品质吼是介适合外销的时阵，因为产量有吼，咱就有法度出去国外。农民讲5月份就是下雪山野大出，为协助农民外销，台东县政府继续补助，提供农民台东品牌的包装盒仔甲野白的大纸。今年搁办第一届下雪山野品鉴，帮助农民顺利外销。我们在这个认证上有更多的这个认证，让消费者更能满足他们，让他们信心可以大增啊。官府表示，下水山野伫台北果菜市场拍卖价售一公斤有170元左右，即卖也运出一档到香港参加美食节促销。官府甲农会会全力协助农民外销到港澳、日本、新加坡、甲马来西亚这国家。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台湾文学家有几个纪念馆，最近增加2件新的文物，是大约80年前有几个阿兄送给已经过身的前台南县的议员汤德顺的册袋啊，甲结婚的礼物册橱啊。汤德顺的后生哦，甲这2件真珍贵的家具捐予纪念馆，要来纪念杨家甲汤家这2家伙仔的感情，嘛要来丰富纪念馆的收藏。一个册桌啊，已经有共卖80年的历史。阁有一个册橱啊，顶面阁倒对日本进口的木玻璃，看起来真贵重。写宋宝夫、宋伯夫出名的台湾文学作家杨贵，伊阿兄当初是着甲这2项家具送予前台南县议员汤德顺。这2项文物，呾拢捐予伫台南新华的杨贵文学纪念馆，未来通丰富馆藏含展览。能够放在杨奎文学纪念馆呐，应该是比较有意义的，能够供大家缅怀先人呐、对于这个台湾这块土地的爱惜。汤德顺少年时读新化工学校，毕业时是台南州的第一名，搁考入去苏东市的州立二中。杨奎阿兄看汤德顺认真读册，真迷暖，就送伊一块册桌啊。后来汤德顺结婚的时候，杨贵的兄哥又搁送一卡3尺高的日本式册橱啊来祝福。这2项家具是汤家的传家宝，一直拢真小心的保存，大家由汤德顺的后生捐出来。自证这两个百年的日式和风家具呢，对我们杨奎馆的意义非常大，因为它关系到杨奎的家族跟
他的邻居这个 汤先生这个家族，他们是非常亲密的。永嘉和汤家虽然无血缘关系，但是感情真深。永嘉也一直真疼惜汤家，但永贵纪念馆加收藏这两项文物，定定有搁较精彩的故事，讲予众人听。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艺术生活协会最近收集一挂无同领域的艺术家，伫屏东潮州的平城社区内底一个偏远的所在，斗阵创作，甲只变成一个真有艺术气氛的所在。那么，做回来看麦。这个美丽公园景致是真水，大人囡仔伫只享受松闲的时光。这是屏东潮州平城社区的艺术花园。本地是一个偏远的所在，经过台湾艺术生活协会理事长和社区的居民做伙整理了后，打变成这么速写模样。本来这里是一个荒废的地方啊，这里是一个很少人来的地方，但是现在把它整理起来，变成一个社区可以活动啊，在这边你看孩子啊，跟这个聊天，蛮好的，就像一个小公园啦。就觉得说，在这个地方有这样的环境，其实是比较舒服的。可是像屏东社区的公园就会比较少。再来就是小朋友有地方可以走，然后家里人有地方可以一起来，就是野餐。社区居民唔呐会使来遮佚佗，天气好的时阵搁通野餐。另外，理事长也规划外头的所在，搁有艺术空间，希望伫遮增加人文的气氛。然后发觉这边少了一点生活艺术的概念，然后我再去研究说，这个地方它好像它并没有公园，我就用了有空的时间就常常跟地主来聊天，说其实与其不如荒废，那我们可以把它呈现为变成这一个棚城里的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花园或公园。廖地强发挥创意，邀请高龄型的艺术家，把这块空地给伊有全新的模样。希望未来才有要愈来愈侪人文艺术的物件入来，为社区增加新的活力。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屏东东港南平社区最近嘛推出渔村旅游的行程，有一挂当地艺术会当去上，皆当坐摆啊去收蚵啊，现收就现行来吃。那么做回来看麦。坐伫山崩啊顶头，进入蚵啊边收蚵啊，采收了后，搁爱家己亲现行现吃，和外来游客感觉真趣味。因为像我是台北人，我就比较少能够有机会到那个山板上面去做采蚵的行程，然后现场吃的那个鲜蚵，就是又肥又饱满又多汁，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行程。这个特殊的行程不是在大观光地区，是屏东东港的南平社区一个传统的小渔村。因为今年是观光局的卡达车旅游年，在平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积极要规划一套在地游览行程，那邀请加拿大的艺术家来设计当地艺术，佮结合在地传统产业，希望下民众来轻松体验渔村的生活。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跟在地沟通，也找了专业的这个团队去盘点南屏大概到底有什么可以去吸引游客来去做部村落的小镇旅游的一个深度旅游的。哎，发现这里面呢养殖的，还有这个里面的这个渔村的这种氛围的这个感受是非常吸引人的，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去做着力，持续去作为带动南屏两个社区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虽然收蚵仔对当地居民来讲都是日常生活，不过说是住伫咧都市的民众唔捌体验过的，所以平管处希望把在地生活模式变作一款观光特色，请游客来行搭，帮助传统的渔村找到新出路。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鼓励行动无方便的朋友，也可以加减运动，也出门去活动哦。最近婚姻轮陪水杯川杜老师来这教坐轮椅的朋友跳国标舞，请国内正出名的专将运动会选手陈心琪来指导。有一挂学生表现了袂歹，也希望有机会再栽培一挂选手去比赛。对活泼的音乐伫咧登势，操作轮椅的动作嘛真流利。伊是咱阿温二温的金牌游泳选手陈心琪，嘛是国内真出名的轮椅舞冠军。为着要鼓励愈侪行动无方便的朋友出门活动，陈心琪即马也开始到森林的轮背顶顶的草地所在，教人跳轮椅舞。有趣啦，有很多东西要记，然后每天听音乐啊，律动啊，就会非常的开心。这样旋转轮椅啊，对我们的附件都穿的这样长裤是上好的。
这一旦从啥咱从全面的运动，这老人加一项项目好来运动啊咧。中华民国轮椅运动舞蹈协会除了举办相关的比赛，也邀请出名的亲像单心棋这款的选手来到下港开课，由奥运选手来指导的免费的轮椅舞课程，对这的乡亲来讲实在稀奇。而且协会也协助接送这的行动不便的朋友来上课，受到地方真大的肯定和支持。这个轮椅舞蹈不是说你一定要坐在轮椅上，而是你如果身体比较没那么方便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你来透过这个轮椅舞蹈的学习，它是运动，然后调整你的脊椎，让你的各方面的能够强身健体。轮椅舞协会未来也要继续将这项运动再推广到其他的地区，不但是要鼓励这些新进人士，也希望可以培育愈多轮椅舞的选手，同好参加比赛，为家乡争取公赢。记者综合报道。水果也可以用来发展，位于西班牙南部的塞维亚市，当地自来水公司就利用春天大出的苦丁来发展。这些苦丁在经过发酵，可以对果汁里面取得甲烷，提供发电设备的电力，也可以让水质变得合清气。若是到春天，伫咧西班牙南部的塞维亚，人行道边啊种上万丛的苦柳丁树就开始开花结籽。会叫做苦柳丁，就是因为吃起来苦搁咸，而且即个柳丁若熟了落来，可能会讲到人，然后人打到吃爱过烂去了，也够臭酸味，让人挡袂牢。当地政府就请200多人来办即个柳丁。En ese sentido, nosotros veíamos que, por ejemplo, la naranja, que ella solo se utiliza de una manera residual para la producción de mermelada, esta naranja amarga, que por cierto, bueno, pues en el Reino Unido es muy, muy apreciada, ¿no? históricamente, bueno, pues tenía posibilidad de tanto el zumo como lo que es la cáscara, combinada, digamos, añadida en un proceso que ya veníamos desarrollando de tratamiento de los lodos de las aguas residuales.在以前，一挂苦柳丁经过了，其中一部分会出口去英国加工做做果汁酱，剩下就拢全部淡掉。即嘛，政府一个想法就是把这挂废弃的水果摕来再利用，经过处理摕来发电。Es un proceso muy sencillo, es un proceso que no requiere ningún tipo de aditivo y un proceso ambientalmente controlado y realmente un proceso que cierra la economía circular de un residuo urbano y que además supone que esta instalación contribuye a la mitigación del cambio climático a través de la autosuficiencia energética. Muy chitón, Cocamatin, Edan Sanchin, Gozachen Waiten, Edan Kyongin, Goho Lingay, Chikangay, Tendia, Nancy, Guyasiachi, Sue Cocamatin, Long Edan Hui, Siu Tele Huatin, Judan Ho, Chipan Sajin Ho Gardin Ying, Bida Yako Edan Kajiwa Den, Ying Tele, Taijong Wun Su He Tong, Gong Si Simon, On Bibun Ben Gil.再来看日本东京奥运的盛会，是樱花造型的花板哦，全部拢是利用10当前三一大地震了一挂放弃的厝架材料，搁再烧出来，用代表日本的樱花造型，嘛是代表讲希望甲各希望继续传落去。对盛会台顶点到手来提盛会花鼓，日本东京奥运盛会团上3月25日自发生三一的地震的活动开始。这边用的盛会花鼓是日本有名的设计师吉冈德仁对福岛南上马市小学生的画图得到灵感，设计出樱花造型的花鼓。この1年延期となったこの年に、あの震災からちょうど10年の節目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したので、復興の灯火が121日間無事で走ってくれたらありがた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当湖新会花鼓的色水是樱花金，长71公分，重1.2公斤，外形是立体五边花瓣。到花鼓的上顶头搭配中的花蕊，花火会当分做五片，并且在花上关的所在合作花。材料主要是金属的再生铝，其中30%的材料是来自31的地震了自福岛岩手加宫城灾区所拆落来824个临时组合处的窗仔门框，也采用加制作新干线列车同款的技术，和花鼓用同一块素材制作，一体成型，拢无接碰。除了是废物利用，也代表点到重建的光辉，向全世界传送希望。この1年間、世界中が困難な状況となる中、聖火は静かにしかし力強く灯され続けました。小さな炎は
決して希望を失うことなく、今まさに花開こうとする桜のつぼみのごとく、今日この日を待っておりました。即便受疫情影响，当我组委会简化开幕仪式，也不和民众伫咧边啊看。那想要各地团上新会人，用破瓦声代替加油声。聖火リレーが国民の皆様方のご協力によりまして、安全に全国を回って大会に向けた希望の道となって復興をさらに加速させ、コロナ禍からのサステナブルリカバリーの一歩につながることを確信いたしまして。为了环保，包括开闭幕所用的新会台、新会会鼓，拢用氢气做燃料。氢气烧过了，未产生利用化碳，达到减碳效果。公司新闻，陈世东编辑。今仔日台湾各地拢会较凉凉哦，也毋过明仔载东北季风减弱，气温就会豆豆啊回升。台湾各地佮外岛哦，大部分拢是晴云好天的天气，今仔东部会落淡薄啊雨。那么来看各县市下半晡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高23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高29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高28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高23度。外岛地区上低16度，上高2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司台记台下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播3点，咱再会。